Hello， 咁又嚟到 Wilson Law 嘅频道啦。咁如果大家咧睇紧我哋官方频道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，或者分享我哋 Facebook 啦。咁今日带大家睇一啲乜嘢二手物业咧？如果阁下想揾一啲有质素，即刻买入去就可以即刻住，而且有一个靓景观，呢一集咧即刻帮到你啦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带大家去睇睇究竟现时介绍嘅二手物业。是怎样的呢 ?Let's go! 好啦 ,What's up, guys? 那很快呢就已经带大家来到这个单位。当我一打开这道门呢给我一个非常之有五星是三个五星的家的感觉，是非常之和谐和温馨的整个布局。那么事不宜迟啦，即刻呢跟大家进入这个单位走一圈，究竟看看这个单位都是不是同一样给到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大家了。Let's go! 原有业主呢就将整个单位重新装修，大家亦都会见到呢它是用一个白色和一个浅啡色的配搭呢，感觉非常光猛，非常和谐，所以呢真的有一个五星级的家的感觉的。这个两房户型呢亦都是属于一个长厅的设计，客饭厅左右分明，所以亦都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，而且亦都非常之阔落。大家试想一下，如果阁下在一个单位入边生活，在一个咁靓嘅环境入边，你会有一个乜嘢嘅感觉呢？而洗手间嘅色通呢，亦都系用翻浅色嘅格调咧，同客饭厅连成一切。而客房方面呢，原有业主就做了一个工作室啦。咁喺主人房方面呢，大家亦都会见到个空间感非常之充足，亦都摆咗一个非常之巨型嘅储物柜噶。咁今日嘅报道亦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单位，记得联络我啦 ，Wilson 咯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